不知道出海怎么玩，跟着牛仔裤来包船。今天大家来开箱游艇。今天为大家开箱的就是这条 Velasco 43豪华巡航游艇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整个游艇的二层，在这里除了可以驾驶以外，视野非常好的还有一个二楼的平台区。整个游艇呢，一共是长43尺，也就是大概14米这样子。荷载呢是8人，它是属于一个家庭型的游艇，2间卧室，2个卫生间，刚刚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出海远航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游艇的二层，在我的左手边这里呢，就是一个驾驶室。那这个驾驶室就是在海上巡航的时候，如果你也想来尝试一下，坐上这个位置，你也可以亲自来驾驶整艘游艇。而在旁边呢，这里就会是我们的休闲区了。你看，上面有香槟、饮料，各种好喝好吃的都为大家准备好。当我们坐在这里二层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在海上会很晒，因为头上呢是有遮阳布的。而在夕阳西落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影响我们的视野，我们是可以一键把它收拢，然后就可以一边归航一边看着慢慢的夕阳。好，还要说哪里？这里来看一看。在这里打开以后呢，还会有一个烧烤台，这个烧烤台就为大家可以准备在海上烧烤来使用，非常的方便。而且还有这里为你准备了冰箱，喝冰镇饮料那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受到大型游艇的设计启发， Velasco 43在游艇上添加了更加个性化的元素，外观和内饰的现代化风格相得益彰。在二层的尾部这里呢，还会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双人躺位，玩累了怎么办，来躺下吧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游艇的船尾了。在这里我为你配备了一个小小的皮艇，这个小皮艇用来干嘛？这个小皮艇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游艇它本身吃水太深，没有办法去到新的一个岸边去停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坐上这个小皮艇，然后去到我们要登的那个岛。所以这里也为你考虑到了，非常的贴心。在这边呢，就是一个上二层的楼梯了，从这里就可以上到船的二层，而后面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区。好，我要带大家看的是哪里呢？我们的船内，来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客厅区了。在这边围坐在一起吃吃美食，喝喝香槟，是不是很美呢？然后在这边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区，在这里为你烹饪各种的佳肴也是 OK 的。而我的身后的左边驾驶室里面就是卧室。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这个船居然有什么 WiFi， 也就是你在海上可以无限畅游网络世界。 Velasco 43专为高速平稳安全巡航而设计，其高度锥形的船体在所有的巡航条件下都舒适高效，创新而优雅，强大而令人安心。这是一种全新的机动游艇，完全为家庭巡航而设计。这个船呢是有2个卧室、2个卫生间的，这里是主卧，这里是次卧。而在主卧的里面有一个卫生间，这里呢还有一个客用卫生间。这条游艇的内部生活空间和外部活动空间分隔开来，其布局独特且合理，为您的巡航带来卓越的舒适度。不知道出海怎么玩，跟着牛仔裤来包船。今天为大家开箱的这艘 Velasco 43是不是非常的棒呢？这条船所走的路线呢，来截图看一下，下回有喜欢就选择我们的路线就好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条船，下回想来包船，那么提供我你的人数、出航日期还有想去的岛屿，私信我，我给你一个答案。好了，我是牛仔裤，我们下回接着再开箱其他好船，拜拜。